这具有益肺气，然后治咳喘，还有那个让小便不会这么频尿，而且竟然可以平我们的皱纹。根据现在研究呢，还具有通畅血管、改善大脑的功能，延缓我们老年人的大脑衰老啊，增强我们的记忆，可以治疗一些比如说老年痴呆症或脑部供血不足的这个情况。